我怀疑你在搞黄色，但是我现在是有证据的。下午就能打游戏啊？这不放暑假了吗？我是学生呢，放暑假了。哦，嗯，学生啊，嗯，我听你声音不太像。我的声音咋了？感觉比较成熟。我的声音成熟吗？我觉得还好啊。嗯、我室友觉得，就是我室友啊，他觉得我人不仅显小，而且呢，尤其跟女孩子说话。不太会跟女孩子说话，你知道吧？就是直男的意思，对吧？没有，不太会撩女孩子。你是大学生吗？我不是啊。你不是大学生啊？我没有上学。嗯。你怎么不上学了呀？我是一名保安。你是一名保安？你别。你别搞啊，你一个女孩子当成保安呢？保安兼职打游戏。你当保安，你在哪里当保安啊？当保安呢，我不是那种都是男的吗？还有女保安吗？有啊，也有女保安的。你在哪里当？我在我们家小区晚上去当保安，白天在家打游戏。我真没骗你，我是大学生，你怎么感觉我在骗你呢？没啊，我没觉得你骗我，我也是保安，我也没有骗人。你也是保安？你怕谁？我给你办一个啊！你不怕？我不怕谁，我谁都不怕。好，那我办个德莱文。你年纪轻轻都干上这么高的岗位了，你多少钱一个月工资啊？我一个月工资2800呢。一个月工资2800。嗯。兄弟们，感觉这个小姐姐她在反套路我。我说我是大学生，她不信，她说她是保安。兄弟们，这保安我以前好像是保安大队长。她要跟我搞这些的话，我就跟她欲擒故纵一下。爸，你是不是偶像剧看多了？我是干保安的，霸道总裁呢，跟个鬼一样。我当保安呢。哦，嗯，当保安辛苦、啊、没关系，总不总裁不重要，霸道就行了。霸道啊，霸道就可以了。其实你别看我是保安，我是保安队长，我手下有不少人。哦，好吗？其实其实还可以啊。我之前也干过保安，我是保安大队长。你是队长啊？对啊，我还就是个小跟班，我还没干到那个职位呢。你小跟班，你给我说说看，你是你在你们家小区当保安，你父母舍得你一个女孩子当保安吗？我自己住，哎，毕竟自己住嘛，要多份兼职一下，做个保安挺轻松的，就在我家楼下。你们家你那边小区房价高吗？我这里四线城市吧，我们这房价好像是四线城市多少？你在哪里啊？我在河南的一个城市。你在河南哪里啊？平顶山。平顶山。哦，我之前有遇到过平顶山的。你在掐面吗？吃面吗？吃饭。我也会做饭，我下面挺好吃的。你在搞黄色？搞黄色啊？别，下面你下面挺好吃的。对啊，我做面还挺好吃的。啊，想歪了。我怀疑你在搞黄色，但是我现在是有证据的。咋回事呢？平顶山是四线城市吗？对，好像是。三线半四线。三线半也太难受了。那你们那边房价应该不高吗？分地区吧，我在郊区住，我这边好像几千我也忘了。几千不能跟一线城市比，一线城市太贵。
我这里应该是7500到8000，7500一平方是吧？嗯，好像是的。那太难受了，那太难受了。嗯，人家说我们这里房价等于买菜。那你还当保安？你保安一个月那能多少钱呢？我当保安交房租嘛，租房子住。租房子，我觉得你十句话有九句是假的，我感觉你在骗我。不会啊，我怎么骗人？没有骗人，我真的在租房子。自己住还是跟家里人住啊？嗯、自己住、嗯。自己住吧。对。你家里人离你远吗？也不是很远。大概坐车要1个小时吧。那为什么不住一块呢？住在家里限制太多。点击左侧录制按钮即可开始录制本局比赛。我打游戏太吵了。过我走过的地方。我打游戏很厉害哦，我是峡谷养爹人。你打游戏很厉害，你什么分段呢？我什么分段不重要，我就是峡谷养爹人、嗯、你让谁起来谁就能起来。你峡谷之巅有号啊？峡谷之巅有的、嗯、那你应该是一个网瘾少女。嗯，差不多，我玩这个游戏打了有差不多5-6年了。那忘记告诉你了，我是峡谷的最强王者。真的吗？嗯，你以为？那也太强了吧！峡谷之巅的王者，就你如果玩过峡谷之巅，你不认识我，那你就太可惜了，是一种遗憾。嗯、你 ID 是什么？我 ID 是什么？我的 ID 叫做我走了，听过没有？没有，没有啊！那你应该分段不高，你应该是大概算。转二转三一样，分段应该稍微差一点。嗯，我就是个白金。你才白金啊？嗯。那你不行啊，白金不行啊，白金那你跟我王者比差远了。我教你上王者呗。真的吗？我的梦想就是上王者。你的梦想就是上王者。上一个王者，或者上多上几个王者也行。我怀疑你在开车，但是我现在是有证据的。什么啊？我想上王者也有错。上网，现在有个机会让你上王者，你要上吗？那好上吗？不太好上吧。那我给你秀一下王者级别的操作，可以吧？王者挺难上的。难吗？嗯、不难。怎么会难呢？看我三级单杀你，啊不是单杀我，不是看我三级单杀绝，说错了。你们下路打得好凶啊！你一般玩的是什么位置啊 ？AD， 然后有时候玩辅助。你一般玩 AD 的，忘记告诉你了 ，ADC 对于我来说是提款机。因为我是玩刺客的，知道刺客吗？他死了，看好了，千万不要眨眼。AD 杀手，怎么还没死啊？我操，这个人反应可以啊，有点快快的。你不会死吧？我会死，我头都给你，我会死。不相信我，这人反应很快了，这个人。可能是个小代练哦，有可能。一般人这一波应该是死了，一般姐他在等影子，可以，他在等打野。这个打野那没办法了，我既然想杀他，那我肯定要死，太可惜了。你玩 ADC， 那我们 solo 一把呗。solo 吗？你能打得过我吗？
思，说错了。我能打得过你吗？你这个话说的感觉就是你在说你这，一不小心把真话说出来了啊！你能打得过？你玩什么？说反了，我玩 solo 吗 ？solo 我只玩星妈。你玩星妈呀？对。你玩星妈跟我 solo， 那你不是在送吗？送人头。你们星妈怎么打我 ADC 呢？我 solo 只会玩星妈，瞎子也会，但是不太行。他没给点燃，给点燃我应该双杀了。不要着急啊！我感觉你我反向整了。不是，我感觉你不像是白金，我感觉你像是什么呢？捅你！这个劫有点烦。nice。你确定是白金吗？你确定你是白金吗？段位不重要。我读大学那些寝室的室友，他们经常叫我带他上分。你有吗？你没有上过大学吗？我没有上过大学。你怎么不上大学呢？我是一个小学毕业的人，因为爱打游戏，没有上过学。这个杰什么都六级了，我没发现呢。跟你聊天，聊天聊聊过头了。让我们看一下这个卡莎的补刀哦，全场最高。不好意思，你玩的啥？哦，你玩的 ADC 是吧？我以为你这把玩的是辅助哦，你玩的卡莎。那我们这把补一补，比一比补刀，好吧？我补刀很差劲的。那比个什么？比杀的人多。我现在零杠二，我先让你两个头，可以吧？三个了。你以为你现在拿三个头就很厉害吗？我现在还没有开始拿头呢。我们来。杰不见了。杰回家，杰已经被我打回家了，已经。你放心好了。这个线我要推的，不推我炸了。你推好了。放心，我去游走了。我现在让你看一下我第一个头。好。什么意思？怎么还在走位呢？给我跪下！厉害！小兔崽子还在走位，这波直接拿下一血。是不是玩不起？还可以吧。是不是玩不起？今天就杀你，暴女！刚才来杀了我。很烦，这些打野，我给你带个针眼放在中路。你给我带个针眼，不用不用。没事，我来了，下密子，卡一下。你还要给我放针眼，你太善解人意了。你杀了暴女，她肯定要报仇的。谁说的？我现在是要找她的，她现在在打红 buff。哦，他现在在打 F 6，你信吗？他在打，就是下半野区没有头都给你，你看。他可能在下路的。看到没有？没事，我们下路。EQ 二连，别跑啊！跑什么呢？他们推过来了，我在追。跑，不杀你，开玩笑。看好了，他死了。我看着呢，他应该过来我们这边啦。什么意思？到底是什么造型？到底是敢欺负我？我来了，别怕！我来了，不要怕，千万不要怕啊！他给我点燃了，没办法。哎，我和这呼啦圈这么一甩，你吃。我说了这个人头，我说拿就拿吧。这个肚层你也吃，全吃了。那你去中路吧，好吧？好的。中路不见了，中路不见了，再吃一层吧，摊一摊。你没有女朋友吗？怎么男朋友都来了？把实话说出来了。别着急，
电子竞技不需要女朋友。那你有对象吗？确实我没有。那不像你应该是喜欢那种网恋的，网恋一下。我不喜欢网恋。为什么？网恋有点虚浮。有点舒服。虚浮。虚浮是啥意思？不太适合我。那你像你，像你又不用去干嘛，又不用去上班，那个出去，你怎么社交啊？哇！哎呀，网恋太累了，还要陪他打游戏，正好自己都打不完。天娜美，你的峡谷之巅号是什么 ID 啊？ID 吗？对，我可以加你好友。加我峡谷的好友吗？对，峡谷之巅。我峡谷被收回了，你搜一下伊拉克软妹。我靠，有点骚啊你！伊拉克软妹为什么要起这个 ID 呢？墙体推拿大法。W， 哎呦！你为何要 K 我头 ？W 没有 Q 到，但是 QK 到了。你的 ID 叫小五，补一下伤害。伊拉克软妹是吧？伊拉克软妹，软字是禁用字，不让打。软妹不让打。软还是软啊？软啊。软儿。说不明白了。卵卵。哎呦。哦。我的补刀好差劲啊。那你为什么不叫叙利亚软妹呢？叙利亚。不太适合，伊拉克比较好，伊拉克少女，在下叙利亚猛男，可以。你是主播呀？我就偶尔播一下。你偶尔播一下，你像个鬼一样，魔教中的你是，偶尔播一下，你是主播啊你？确实，我也不算是吧，偶尔播一下也不算是主播。你在哪个平台呀？我在一个，哎呦，我在一个平台。你什么平台？你这个说话怎么晕一下的？不好意思，我在杀猪。你在？我在斗鱼。你在斗鱼啊？对。啊。你怎么当你这个主播怎么当陪玩呢你？兴趣爱好，天天打游戏还不如赚点外快，光当保安也不是个办法。哎呀，这个不是伊塔，伊塔没啊？给噎死包你！哦，那你当保安呢？当个锤子保安，当保安呢你？你是什么活都干？你是？对，我兼职特别多。你兼职很多啊。嗯。劫呢？啊，劫死了！哇，我是我们这里面最有钱的人，我怎么600块？600块？你看我几百块？哎，我来了。你杀他来，杀他，杀他，我救你。什么造型？到底是什么造型？我操，可以啊！我们直接终结了对面。你想害死我？我看出来了。你想害死我？我看出来了。我想害死你，我死了。我这个血量我尽力了，我没有蓝，有蓝的话可以帮你顶一下，我加血刚刚好。你是主播啊？你干主播挣钱吗？干主播，我也想干主播。我偶尔播一下，不赚钱。不赚钱？不赚钱？那你还播干嘛呀？偶尔播嘛，就是接单的时候想直播播一下。为什么接单的时候要播呢？开心呀，那样我感觉不是很尴尬。哎，我出个开心啊！
你三天之内必得痔疮，你还开心？你欺骗我的感情吗？我怎么欺骗你的感情？我以为你是陪玩。感情的保安，我就是陪玩。你陪个锤子，你陪玩。一 Q 二连。我就是在陪你玩吗？哎，打这个英雄打劫好像不太好打，他这个大可以夺我的 Q 技能，有点烦。你的 Q 技能是干嘛的？喝水吗 ？Q 技能是印度飞饼。凭什么从我脸上过？是谁？接我大招了吧，大招很快的。嗯。走。你会点活啊，你会。还秀。秀。给爷整个红。哎，你要红吗？你要吗？你拿一个红应该能打过他。你拿吧。哇，你给我释放一张你的私房照呗。哦我操作起来，我操！你还是死了！哎呦，我的啊，马上好，但是我想杀他啊！看好了，这一波报仇雪恨。算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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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发给私发给你歪歪吗？对，私发给我歪歪。我的照片不太好看，照片脸有点肥。人家都说我的脸是死妈脸。我靠，这也太秀了，你好像个魔教中了。哪有自己说自己的小姑娘，哪有自己说自己这样、哎、网友都这样说。网友说你是死妈脸，你就是死妈脸吗？啊，比心的用户都私信我说，你小姐姐你长这么好看怎么死妈脸。啊，感谢教主女护法送的一发超级火箭，谢谢你。忘记告诉你了、啊、我也是主播。超级火箭，你也在斗鱼吗？还好吗？我们是同事啊。对啊，我们是同事啊。那个、原来这就是缘。超级火箭都来了。原来这就是所谓的缘分吧。谢谢教主头号女护法送的宇宙飞船。还可以吧，你发了吗？我的发了，我发了。你那个什么？哦，你长得是你杀的我？这是你吗？长得不像呀，我不像。这是你吗？我不太信的，你我不信。这是我，我不信。你怎么证明是你？美颜十级的我怎么不是呢？你怎么证明？有一点像我就是我。怎么证明？怎么证明？对。这就是我，不用证明。这么好看的小姐姐怎么会打游戏呢？哇，我以为这个人是你，我跟他打了半天。我的不是跟我，不是是我跟我搭子，啥意思啊？你跟我打架是吧？我在打这个 F6、哦、他也在，我以为是你呢，我就没。这是什么意思？谢谢女护法送的一发超宇宙飞船，谢谢护法。白气哦！你不信吗？他真给我刷宇宙飞船了，你不信吗？你信不信？信信信，我信。你说什么我都信。你信啊？嗯。谢谢护法啊！谢谢护法，可以，太帅了。你这个背包里面有宇宙火箭，你怎么说什么非要暗示一下才飞出来呢？我不暗示你，可能不飞出来。EQ 二连，我的连招有点快，走位一下，大死了，贴墙，弹弹弹弹走鱼尾纹，对不起，我来了，漂亮，这一波还可以吧？这一波神仙勾引。我没办法跟杰打的，我只能上去。
哎，你给我奶一口吧。害怕了。可以。这个钱想打三个，他在装什么？你在装什么东西？你在装，臭弟弟。确实，快来。臭弟弟，臭弟弟，奶一口，可以。nice。宇宙火枪，宇宙飞船多少钱？5000块钱。你吃，你吃。我靠，你这么善解人意啊！我发现你好像个舔狗。如果不是真的喜欢，谁愿意做舔狗呢？你为何要当舔狗？我不是说了吗？如果不是真的喜欢，谁愿意做舔狗呢？可以。你喜欢我啥？我喜欢你不洗澡。喜欢不洗澡？为什么？咋回事呢？不是，为什么要这么说呢？你咋知道我不洗澡呢？怎么？你怎么知道的？一般人不知道的。我猜你是个宅男。宅男就、宅男不洗澡吗？哎呦，完蛋了！你们这三个好像没有了呀。哎呦，难受，我也不能去了。坏起来了！墙体推拿大法。救命啊，朋友！你们怎么死了呀？你的主业就是直播吗？什么主业？你的职业啊？我是保安大队长，我是在那个万达。CBD 当那个大队长的保安大队长，手下有，你不信啊？你得信。我看你补刀这么多，应该游戏挺厉害的，为什么不来比心接单呢？因为我是个男的。男孩子很厉害的，技术好。谢谢，请叫我马神送到超大玩心，谢谢你。谢谢你，你好菜啊！你怎么死了15次？看好了，别眨眼，一 Q 二连，一二死了你！小小豹女，可笑 ！Q 加油！姐的姐刚才二给我，他二好快啊！他一波团给了3次还2次二，可以发。叶轮一开，幽默一开，这姐好像很跳，这个姐一 Q 二连 ，WQ。墙体推拿大法，炸！可以，别着急，偷。发不过去就闪现 ，EQ 二连，再闪现，好。可以。这是你吗？姐有大招吗？是的。我靠！我之前自己 cosplay cos 那个。你 cos， 我觉得你有点像那个谁，像那个。威亚叫那个叫啥？赛利亚啊，不是赛利亚，他那个这个是兽女贞德。兽女贞德，看一下。你那你应该还有这种类型的照片，有那种穿的凉快一点的吗？我感觉你应该是平时喜欢拍这个凉快一点的。没有。没有吗？没有太凉快的照片。不需要太凉快，偶尔凉快一下。我俩中野双王者，可以。怪不得这么难打呢，原来对面是中野双王者。没了，真的吗？怪不得这么强呢。但是我的亚哈娜只有钻石的水平。你这个性格很喜欢，就是很直接，不那个的。不墨迹，就这个挺好，就是很直接，就是说发就发，不跟你多逼逼。左上角 play 创建，我们来下把棋吧，好吧？可以可以。